他其实之前两天就有录音，你知道吗？我讲了一些语言。快点再发布吧，好不好？你们辛苦，你们辛苦了，肯定回去了，不用拍摄。他眼睛都不闭耶，我跟亚平跟他讲说我们放下，他还稍微闭了一下，这样也好了，脱离痛苦。实际上，他的这个癌症总共10年的时间，你看他多痛苦。放心的走吧，来这两天都没有办法讲话，我几乎每天都有，我们都是开车从地下室下去的，我其实有帮他争取到从美国来的最新的抗癌的，但是他下个礼拜一次才会到，他就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他其实之前两天就有录音，你知道吗？我讲了一些语言。现在发布吧，好不好？你们辛苦，你们辛苦了，肯定回去了，不用拍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